彰化縣政府甲縣議會为着要慰问彰化縣105年度村安工作执行完成甲面力，伫个二号暗时是分做四组前往北警察分局区来慰问相关人员辛苦，并且为彰化縣治安的维护甲付出献上120,000分的敬意甲感谢。魏县长表示，即届村安工作重点伫治安稳定、交通顺畅等等各项的维护，每一个人拢全力付出辛劳，在各个警力甲民力的共同维护甲牺牲之下，让全民有安全的环境，向所有付出的人员致上上大的感谢。我们今年春节的村安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我们为期15天。那警察局结合我们疫情还有义交民防巡守队还有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把我们村安的工作做好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让治安能够平稳让我们的交通能够顺畅我们行政的服务能够热心三大的一个主轴希望我们民众在一个春节的假期都能够安心安和乐利，能够过个好年。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好过年。因为地方村安的工作单位是相当的多，所以彰化縣警局特别分四路前往慰问，以感谢因在村安期间各项工作付出努力甲贡献表示敬意。为鼓励工作士气，特别利用这届慰问的机会来颁发慰问品，以表示感恩之意，让民众过好年，警察过好年，共同营造平安祥和年的气氛。新彰化新闻，北美林彰化采访报道。